做个普通的牙套多长时间？20分钟。那颜色跟我俩棕颜色。好着呢。好着呢。我这叔叔年数跟胡子一大这俩棕颜色。然后就是的。小心你好狗了。那和他兄弟去了。哎，你都是吃雪豆的季节是吗？你说的吃呀，就是吃这个。是的。一山长一山的房子，把后背咱堆起来。现在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，这个树夹起来，放点米，再放点葡萄干，放几个枣。再放点米。你看这个折活去，这个折活的，这一团好了。好几年。好。我这你不有还做着那个补充粉？想吃就吃，不然我心中也还不存货。我也想吃。这会儿又封闭了，再给大家教一下。你有吃的吗？放。好，一周就好。我给你帮帮我，你给我教一下。你学会了，让我吃一个。学到一定要会包粽子。都是把粽子腌过的，洗手也是半个小时。好了，香了。老两个，你先吃，再就烤着去，烤时间越长越好。多少分钟？多少分钟是多少？咱想，你咱们从当面的怎么想？你都该吃肉的。有没见到你吃肉？吃肉没？你只要给你爷爷拿去就吃啊，照顾完了放。